把它叫海洋科学实验室、移动实验室，各个海洋领域的所需要的数据要通过它分析出来。而这个数据分析从哪来呢？就从那个钻机采集的岩芯，这个岩芯到了实验室以后，科学家在一起呢，就是那个指挥大厅分析这个数据，得出了科学的结论。